本是机缘一聚，终须各寻大道。我走了。 哥哥，此战之后，我已知己所缺，也要去寻自己的大道了。那我们就各寻造化，日后若能相遇，再战个痛快吧。不必远远回避，过来吧。 接下去，咱们怎么走？沿着这条路走，只需跨过一片水域，便可进入凶巢核心区域，其中必有机缘。并无阵术机关，攻击也全然无效。 出口就在前方。 这城塌入海，生死不由自主。怕是祸福难料。大家跟紧我。嘿嘿，背靠大树好成荫。看来在赤海有伏笔。只是看来，除此之外，也无路可走。 这是何人将它炼成了渡海的龙舟？我更关心这古蛟要带我们去何方。你们看看周围，茫茫无际的。